高铁列车行驶在沪宁线上，即将到达南京站。在列车的三号车厢坐着几位不寻常的旅客，他们是南京铁路公安处的便衣民警，正在执行反扒任务。我们发现张某仍然活跃在这个沪宁线，这个伺机作案。张某无业，有盗窃前科。根据几天来对一起盗窃案的侦查工作，侦查员把张某纳入了视线。像一般的正常乘车旅客或者是这种生手呢，他们一般是不敢在旅客在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去翻动他这个行李架上的这个物品。反扒行动并不都是充满了刺激惊险，更多的时候是枯燥的等待和耐心的观察。一路上，侦查员紧盯着车厢里的张某。马上到达南京站，张某突然站起身来。侦查员看到张某把手伸向了行李架，拿到了前排座位上方的一个行李包。不一会儿，张某把包放回到原来的位置，周围旅客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这一切都被侦查员看到了眼里。随后张某被当场抓获。为什么要开展这个打击现行活动呢？一方面是为了后期审查啊，为了这个证据链能够充分完善，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打击这种肆无忌惮就是顶风作案的这种嚣张气焰。因为我们当时在现场抓住了他，他没有狡辩的这个理由。收票，先收的。张某在三号车厢盗窃旅客现金1000元。面对证据，张某很快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办案民警随后问起他几天前另外一次高铁之旅。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乘坐高铁出行方便快捷，但如果途中有财物丢失，那么愉悦的心情就会大打折扣。如今铁路反扒民警越来越专业，但小偷也越来越狡猾。像张某这样不拿走旅客的包，只窃取包里财物的行为，反扒民警称之为掏心盗窃。在车厢里能够镇定自若实施掏心盗窃的，大多数是有经验的老手，便衣民警只有抓个现行，他们才肯低头认罪。这次张某盗窃得手1000元，他自认为金额不大，便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盗窃经过。然而，办案民警之所以盯上张某，却是因为另外一起案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包在头顶行李架，里面的50000元却不翼而飞。众目睽睽之下，是谁偷走了包里的现金？你已被盯上，一线正在播出。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肖先生，工作地点在苏州市，他每天都要乘坐高铁列车往返于南京、苏州两地。因沪宁城际线高铁班次多，运行时间短，像肖先生这样有通勤需要的旅客不在少数。这天，肖先生像往常一样乘坐高铁列车从南京前往苏州，然而这次行程却发生了一件让肖先生感到心塞的事儿。肖某手提包里面的现金50000元被盗了，而这个手提包，当时是在这个行李架上的。肖先生原本也没有携带大量现金的习惯，事发当天，一名同事把这笔钱交到了他的手里。正好有南京的一个同事，他要托我带50000元现金到那个苏州的那公司财务那边销账，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帮他带了。
这50000元人民币被分装在3个信封里。肖先生把钱放在公文包里随身携带。进站上车后，肖先生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随手把公文包放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我正常的把包拎上车之后，就放在我头顶的那个行李架上面，然后就坐下来玩玩手机、刷刷新闻之类的。当天上午11时50分，列车抵达苏州站，肖先生拿起行李架上的公文包下了车。出了高铁站，肖先生乘坐上出租车，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手里的公文包不太对劲儿。感觉那个包有点轻，不对劲，然后我就打开看了一下，发现信封里面钱不见了。肖先生的公文包完好无损，包里的现金却不见了。他立即赶到苏州站派出所报警求助。在我们铁路辖区，在那个南京站，在车上，这个过程中，你有确定过包里的东西吗？尤其是车上啊，你到底有没有确认你的钱还在包里？有过一次，哪怕一次也行。我在车上我都睡着了，我上车之前确认过的呀。上车在哪里确认的？我就在宾馆啊。接到肖先生的求助后，派出所民警立即打电话了解情况。首先，我们经过询问，确定了高711次列车是没有这个视频监控的。然后第二个，我们通过打电话到沿途的南京、常州、无锡、苏州这4个车站，他们这个失物招领处进行电话询问呢，这四个车站都没有接到说有旅客在车上边捡到旅客丢失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记录。为了确认肖先生丢失50000元现金是否属实，派出所民警马上调取了南京站的进站安检记录。就像这个失主肖某所说的，这个包里面确实是有3个信封一样大小的东西。从这个外观和颜色上看，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信封里装有大量现金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也就认定失主肖某在车上这个现金被盗的这个事实是成立的。看来肖先生的50000元确实被盗了，苏州站派出所立即将案件上报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铁路公安处调集精干反扒民警，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侦查。我们怀疑这起案件团伙作案的概率比较大，往往需要多名嫌疑人相互配合，往往就是这个报案人回到家或者回到自己的单位之后，发现自己这个手提包里面的现金被盗了，也就延缓了我们一个对作案的区间、作案的地点的一个判断。办案民警对车上旅客展开调查访问，重点调查有没有因盗窃被打击处理过的老熟人。这时候，无业状态的张某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案发前后，他在沪宁线上频繁乘车。案发当日，张某从南京站上车，正是肖先生所乘列车，他具备作案的时间与空间。因为案发后呢，又发现他还在，我们管理活动没有走，所以说呢，我们就通过，打现行的方式，决定先把他抓获。张某到案后，办案民警随即展开讯问，然而张某坚称自己没有盗窃肖先生的现金，那么到底是张某拒不认罪，还是盗窃肖先生50000元的另有其人呢？此时需要警方拿出证据。当时我们在开展外围工作的同时，我们还有一部分同事啊，开展这个车厢里面的这个旅客走访工作。办案民警调查访问了案发车厢的大部分旅客，在走访中，一名姓金的旅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就是讲了当时有一个中年男子，是身材偏瘦，然后呢穿一个蓝色的条形衫，快到长车站之前，他坐到这个座位上，然后从前排座位上方的行李箱拿上了一个包，东张张西看看，跟别人不一样，作为正常人走路嘛，很直走，他呢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到前面走两步，爬上去上面
我看到好像是拿了个什么那个信封的，里面拿了几个啊，揣在里边。金先生说，他当时以为这个人拿的是自己的包，却没有意识到这个人是小偷。我在火车上面随随乎乎的、迷迷糊糊的醒的时候呢，我也不想想，我拿这个车上拿小偷来呢，我也没在意，所以没这么想，我就没有把当回事。然而，通过金先生的描述，这个人拿的正是失主肖先生的公文包，也就是说，这名中年男子应该就是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我看到这个人大概在50-60岁，大概之前差不多是这样，身高大概在1.7米左右，这个平头，是瘦瘦的这个人，就是这个特征。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一开始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真正接触到了这个真正盗窃的这个嫌疑人。那么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将我们之前抓获的这个张某的这个照片啊交给我们这个金某去辨认。这个金某呢很肯定的说，张某并不是在车上这个实施盗窃行为的这个嫌疑人。至此呢，我们这个张某的这个嫌疑也就排除了。张某呢他也主动交代，他当天呢也确实乘坐了我们高711次列车，上车后他也一直在车厢里面伺机寻找这个目标准备下手。他也当时也确实发现了肖先生这块肥羊，但是呢一直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所以他到了常州站之后他就这个下车离开了。犯罪嫌疑人张某说，在3号车厢肖先生鼓鼓的公文包确实吸引了他，但他是一个人行动，没有同伙把风，感觉没有把握就放弃了。张某没想到这个装满现金的公文包吸引的不止他一个人，最后下手的竟然另有其人。在张某眼里，这个小偷比自己厉害，技高一筹。那么真正盗窃得手的犯罪嫌疑人是谁？他此时又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所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乘高铁不买票，依靠他人进站乘车，卡配合倒巨款，专卖小店瓜分赃款。你已被盯上，一线正在播出。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肖先生50,000元现金被盗案却没有告破，办案民警只能再次梳理线索，重新锁定目标。到达常州站之前发案，所以这个嫌疑人肯定是从南京上来的，所以说呢，我就把南京站进站、进站口、站台跟地道全部的视频监控重新看一遍。在该次列车始发站南京站的监控录像里，两名可疑男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案发的高711次列车始发站是南京站，我们通过调取南京站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有两名男子行迹十分可疑。作为正常旅客，我们进站的时候都会通过刷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车票核验进站，而这两名男子呢，分别通过贴靠其他旅客的方式进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名男子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之后，分别走向了不同的检票口。这一名男子是紧贴着一名女性乘客，然后进了站，而另一名男子是贴靠了另一名男性乘客，也没有刷自己的身份证或车票，而是紧贴着他进了车站。侦查员通过站台监控录像确认，两名可疑男子进站后踏上了肖先生当日乘坐的列车。其中一名偏瘦的男子从8号车厢上的车，然后另外一名男子从6-7号车厢上的车，并且在常州站下车的监控也找到了他们俩，所以呢，他们俩就具备了作案的嫌疑。两名可疑男子在南京站进站的时候，采取贴靠他人的方式混过闸机。他们在常州站出站的方式如出一辙。特别就是那个偏瘦的那个男子，在站台上刚开始一个双肩包，是放在后面背的。他行走的过程中，把双肩包两个背带拎在一起挂在脖子上，跟一般旅客背包的方式也相异，能够感觉上他是有点紧张的。
仅仅贴在其他旅客身后然后出站的，并没有刷自己的票。出站之后呢，两个人又进行了会合，两个人结伴一起离开了这个常州火车站。当时我们也是给这个证人金某去辨认了，这个金某就指出其中一名这个身材稍微瘦小的一个男的，就是在车上盗窃这个我们事主肖某的手提包里面现金的这个男子。目击者金先生指证，肖先生现金被盗案的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其中一名贴靠他人进出站的可疑男子。我们对这个常州出站的这两个可疑的人员进行继续追踪，那么在他们出站之后，先是在这个常州站附近逗留了一圈，另外呢，他们又一同步行至这个常州站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吃饭。侦查员循线追踪，找到了可疑男子落脚的这家小饭店。饭店的监控录像让案件的侦破工作推进了一大步。在这个吃饭期间呢，他们把这个口罩摘掉了，所以我们当时一名队员马上就认出来其中一名这个中年男子，可能像前期被我们这个铁路公安机关处理过的叫白某，吃饭的期间长得像这个白某的这个中年男子递给另外一名中年男子一沓现金。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这名男子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现金装进了自己的钱包，侦查员判定他们可能是在分赃。从这个小饭店出来之后继续追踪，发现他们又回到了常州站，购买了这个常州站回南京的这种车票。侦查员由此确认了两名可疑男子的真实身份，他们分别是犯罪嫌疑人白某和陈某，两个人屡次因盗窃被抓，堪称劣迹斑斑。让侦查员没有想到的是，如今这两个人竟然走到了一起，联手作案。发现这个白某在当日回到南京之后去了一家工商银行，在这个工商银行 ATM 机上他存了一笔40000块钱现金。我们当时把这个白某所存的这个40000块钱罐子号与我们这个肖某提供的这些罐子号进行了逐一比对，最终发现了129张这个罐子号是相同的。虽然失主肖先生提供的现金罐子号不全，但是现有的证据表明，白某存款当中的10000多元就是肖先生被盗现金中的一部分。我们发现陈某返回南京之后也到了一家银行，并且在这银行有一笔存款记录。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时候陈某出现了，并且呢来到了 ATM 机，从自己的钱包里呢掏出了一部分的现金，将自己的银行卡插入到了 ATM 机里边。由此看来，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白某和陈某在列车上盗窃得手后回到了南京市，那么他们在南京应该有落脚点。办案民警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租住在南京市一家位置偏僻的宾馆里。店老板反映，近几天来确实是有两个人早出晚归，行踪漂泊不定，就是很可疑。在这个店老板的指认下，确定监控上的两个人就是这个白某和陈某，就是在他们酒店这个宾馆入住的这两个人。据宾馆老板反映，就在案发当天，两名犯罪嫌疑人回到了宾馆，体型偏胖的陈某提出要和宾馆老板做一笔交易。叫陈某的男子呢，递给了这个店老板一沓钱，一共是10000块钱现金。这个陈某就讲自己在外面做生意赚了点钱，但是呢，这个钱放在身上不方便，想和这个店老板换一些银行卡里面的钱。然后这个店老板就答应通过这个100元的这种手续费啊，通过这个手机银行转给了这个陈某9900元，在现场将这个10000块钱现金罐子号进行比对，和我们这个失主
提供的这个罐子号进行比对，发现最终有30张这个罐子号是相同的。至此呢，我们终于得出结论，这个在高711次列车上实施盗窃的人就是白某和陈某。确定了嫌疑人的位置后，抓捕行动随即展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某没能下手的目标被白某和陈某盗窃得手，但最终他们都没有逃过反扒民警的火眼金睛。这起盗窃案发生在白天，嫌疑人多少会收敛一些，但到了晚上，似乎夜色给了一些不法人员冒险的勇气。虽然无数的先例已经证明这些冒险都会以失败收场，即便一时得逞也难逃法律的制裁，但还是有一些人心存侥幸，伺机向别人的财物下手。夜行的火车上，两兄弟遭遇扒手，凌晨的停车场，两父子见财起意。你已被盯上，一线正在播出。3点多钟睡着的。什么牌子手机？没有，没有。什么时候买的？一年了、你那什么时候买的？一年了。多少钱买的？1700。1700，你那个呢？也是1700吧。此时是清晨的7点钟，这对来自重庆的兄弟刚从睡梦中醒来，手机是什么时候丢的，两个人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俩是面对面坐着，当时呢，这两兄弟啊都趴在小桌板上睡觉，早上醒来后发现他们的两部手机都不见了。你俩咋睡的？拿出去的。手机放啥地方了？手机放在里面。你咋趴着？我看看呢。就应该在趴着。你呢？手机放那儿。通过调查走访啊，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因为当时呢是后半夜，旅客大多都是熟睡的状态。所幸的是，在人们沉睡的时候，车上还有一只警醒的眼睛。根据公共场所的视频，从4点钟的时候，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靠近了失主的座位，就在这个两兄弟周边徘徊，然后一直在他们的身边站着。盗窃发生在凌晨4点50分左右，此时列车即将到达安康火车站，一些乘客开始向车门处靠拢，提前做好下车的准备，而画面中的这名黑衣男子开始蠢蠢欲动。这名男子呢，伸手把这个小座板靠近过道这一侧这部手机给拿走了。得手之后呢，他见这个两兄弟还在熟睡，没有反应，没有察觉，然后间隔了大约能有30秒左右，他又再次伸手把小座板靠里边窗户位置放着这部手机又拿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啊，列车正好是运行到安康火车站，这个嫌疑人呢就在安康火车站下车逃窜了。这个人呢似乎啊是个老手，他会选择列车即将进站的一段时间作案，然后趁站停的时间迅速逃离。安康火车站是黑衣人消失的地点，不过为了逃避追查，他很可能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民警一路循线追踪，发现嫌疑人逃往西安市。当晚10点钟左右，嫌疑人被民警抓获。两部手机呢？啊？火车上两部手机，在哪儿？这个手机哪来的？就是昨晚的手机。你说一下。就昨晚。昨天晚上干啥的？火车拿的是。火车上拿的。有的人在列车上利用人们的困意进行盗窃，也有人利用人们的疏忽进行盗窃。先生，你说什么被偷了？白色的面包车是吗？在哪里被偷的？
根据曲先生的描述，他昨晚将车停放在了这个停车场的里面，等他今天早上想开车的时候，发现面包车不见了。至于车辆被盗的原因，曲先生说很有可能是他前一天晚上停车的时候忘记上锁了。曲先生把车开进停车场的时候是夜里10点钟，而停车场的监控录像显示第二天凌晨2点这辆车被人开出了停车场。这个货车吗？当时是这个车？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往后倒一倒，看车人是从哪来的。凌晨2点，停车场周边一片寂静，监控录像显示在案发时段进入过停车场的只有2个人。他们从一辆银色的轿车上下来，进入停车场内停留了大约10多分钟，然后驾车离开。但他们并没有走远，而是将那辆银色的轿车停在路边，再次返回了停车场。返回停车场之后，由停车场内驶出一辆白色面包车。我们判定这2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由于距离较远，加之又是深夜，这段监控录像十分模糊，无法看清嫌疑人的面容。不过，两名嫌疑人虽然开走了曲先生的面包车，却把自己此前驾驶的银色轿车留在了路边。通过这辆轿车，能否确认嫌疑人的身份呢？车牌号是黑 A 开头的，来自哈尔滨的牌照。这辆银色轿车属于黑龙江省五常市的一家二手车行。1周以前，车行与一个刘姓男子谈妥了交易，但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过户手续。我们通过调取这辆被盗车辆的行驶记录，发现这辆车的确是去过黑龙江五常方向，但是到了五常之后没有停留，反而是去了吉林省榆树市方向。在当日下午10:30，我们在吉林省榆树市余家镇3道村境内发现被盗车辆。被盗车辆停靠在3道村一饭店门前，此时车辆旁边只有2名男子。我们迅速下车实施抓捕，将准备驾车离去的2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现在公安机关对你盗窃的这台车辆，依法执行扣押。全程录音录像。4个半小时，人赃俱获，犯罪嫌疑人刘全。来自黑龙江省五常市，他的同伙刘长友正是他的父亲。刘全交代说，他和父亲驾车从五常市来到哈尔滨，因为刘全之前曾在哈尔滨的一家饭店工作了6天，这次前来主要是为了索要工资。我先到西湖院求的工资，我就把钱给拿回来，就干6天，他也得给他钱吗？不是。到饭店之后呢，这个饭店给刘某呢，因为他之前只工作了1周。只支付了他100多元钱，110块钱，我这也没有啊。刘某拿到这个钱之后呢，给自己驾驶车辆加油了。虽然事先预料到只工作6天，应该不会得到太多报酬，但仅仅拿到110元工资，父子俩还是多少有些失望。哈尔滨距离五常大约120公里，要回来的工资还不够回去的油钱和高速费。以前呢，我就是开过出租车，我就是说经常跑哈尔滨，然后呢，就是这次呢，我就是说，我还想就是说拉点人，还能往回拉点人。没有人坐顺风车，刘全和父亲不甘心就这么回家。刘某所驾驶的二手捷达车是其在五常二手车行花4500元购买，当时没有支付购车款，约定将购车款补齐。还款日期临近，着急用钱，所以其产生了盗窃的念头。这是位于哈尔滨西站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内部停车场。刘全和父亲曾经来到这里试图盗走一辆汽车。刘某二人驾驶自己的车辆来到海西站地下停车场，发现某租赁公司
停放在停车场内的车辆没有上锁，车钥匙都在车内，所以刘某产生了盗窃车辆的想法。偷了车的时候你俩也一起去的啊？对，这没啥可隐瞒的。刘某准备将车开出停车场，因为停车场管理比较严格，车辆没有开出。这包是你本人的包是不是？对。这谁包？这棕色包谁的？我的。你的？对。这钥匙来，情况说一下。这都是在那个停车场的租赁公司的钥匙。虽然没能把车开走，刘家父子还是顺手牵羊，拿走了不少车钥匙和行驶证，想的是日后有机会再来实施盗窃。这是在那个租车的车上的？对，一共几把钥匙？一共是五把。都是那个租车公司的吗？啊，都是。啊。这几个行驶证呢？也是。这几个行驶证也是。对，反正这些两个行驶证，正本，四个副本。刘某和他父亲开车从地下停车场出来之后，发现地上还有个停车场，停放了很多车。怀着发点外财的执念，刘家父子决定再去这个地上停车场里碰碰运气。刘某和他父亲把车停好之后，步行走入停车场，发现有一白色面包车没有上锁。我一转门子开了，我找着了，钥匙在这储物箱一拿，一个遥控器和一个钥匙，它俩连着，就在这儿。然后厂里一打着了。这个是刀子吗？啊，这是作案当时使的。那他干啥了？说拧那个就是停车场出去那个干螺丝棒，让他父亲在停车场门口望风。刘某用随身携带的螺丝刀将停车场的这栏杆拆卸下来，之后刘某和他父亲驾车迅速逃离现场。着了，我就去开出去，你就寻思开走给他，没想那么多。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这就是知道不对，想给拖走。然后呢，往哪去了？就是回五常了。想回五常？对呀、啊。那咋跑榆树去了呢？回到五常之后，然后我就又去了榆树。为啥去榆树？我去榆树这个车吧，因为毕竟咱是偷的嘛，我想处理一下，看能不能卖点钱。是。然后没卖了，没人收。就这情况，到这吃的饭，吃完饭出来。你准备干啥去？出来之后，我就是你们抓我的时候，我要开车，我要回这腰里树。回干啥去？回要睡一觉。因为开了一晚上的车，也没睡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盗窃案件中，刘家父子在停车场至少发现六辆没有落锁的汽车，他们可以轻易地打开车门，拿走车上的物品，甚至把车开走。车主粗心大意，很容易让自己变成小偷的作案目标。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贵重财物一定要保管好，时刻警惕，尽量不给居心不良的人留下可乘之机。如果发现东西被盗，要及时报警。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